师傅，那个业障爆发的时候，他之前有会有什么一点点征兆吗？有，有，倒霉啊，连续倒霉。业障爆发的时候连续倒霉。啊。那之前呢？那不就已经爆了吗？倒霉。就是之前就开始倒霉了呀。上大桥之前有个引桥的呀。你觉得最近一直不顺利，一直不顺利，就意味着有大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哦，那这个时候就赶紧把礼佛调一调。对呀、啊，你看看那些，你看看有的人贪污腐败的人，其实他在单位里已经开始不顺利了呀。嗯。对不对啊？他感觉大家已经在用怪的眼睛看他了。嗯。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呢，他觉得上面总是对他很多问题表示刁难了，不喜欢他了，不跟他讲了，他自己应该有感觉了。那么再过几天嘛，就抓起来了。就这样的呀、嗯、怎么会没感觉啊？做错事情怎么会没感觉啊？听不懂啊、嗯、一个人每天开车，那天差点闯祸，哎呦，回来跟人家说、嗯、哎呀，差点闯祸，你就要当心了，过两天你真闯祸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你看脸上发一个东西，哎呀，好像发个东西嘛，哎，好像过两天又没了，你就要当心了、嗯、可能会真发出来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嗯，您当了师傅。